我系姓汪嘅，今年系48岁，喺军德邦嚟嘅。我食 ZV 都有2年几哦。当初我认识呢个 ZV， 因为我本人都系做车嘅啦，所以你知啦，做车可以用好多力噶啦。因为我时间工作又比较长，我长啲，因为我哋人手唔够，所以由9点到一时做到10点夜晚，好吃力啊。又咪後生咗48歲咯，同期咁，所以我朝早起身都係背脊都有酸酸痛地咯。都一日我夜晚我都係有行 shopping 啦，睇到 ZV 幾個布條啊，咁佢幫我 test blood 啊，試我 heat 咯，睇下我嘅 condition 點樣樣咯。所以睇到呢度係有退化咗啦，我嘅 cell， 所以我就可以接受啦，因為佢咁樣解釋俾我有好信心啦。所以我試下 product 咯，人類都可以食嘅。其實最主要係護翻我哋細胞啦。所以我太太嗰陣時都係睇到我咩都想試，所以佢好反感，因為咁容易信一個 product 啊，所以佢都堅持唔信咯。3年前咧有希望有一個細路哥啦，因為得兩個細路哥就大咗咯，佢哋都冇咩陪我哋咯，所以我諗住有我個細咯，因為呢個係我嘅計劃。未有48、45歲都可能都冇搏唔到，咁你我嘅女都第三個位都有10個月咗咯，所以好歡喜啦，都有咁樣嘅見證啊，咁樣嘅 result 咯。我又介紹俾我朋友，因為我聽我黑仔又講，你都結婚咗一段時間都係冇細佬哥，我話分享下，我話分享起我嘅過程咯，所以又都想試下睇試下咯，所以我俾下俾試咯，佢食咗一排咗啦，所以結果都老婆都有懷孕咗咯，所以又好開心咯，又多謝我咯，啱嘅嘢我先講出嚟咯，如果冒然咁介紹啊，我哋都好珍貴嘅，有時啲嘢貨得市面上睇多咗，所以好多都係我哋自己嘅見證先咯。我參加呢個 Vista 競賽，都希望想試下我嘅本人嘅實力咯，就唔可以冇領到獎咯，我證明一下都俾我屋企人睇下咯。我哋係得㗎咯。